哈！四阴雷！哇，我们到雷音寺了，走吧。哈哈哈！你们经历了九九一。81难才来到这里，一定很辛苦了吧？没有，哎呀，累死爹了！从长安到天竺，三天三夜没合眼。三天？三夜。三更半夜跳舞飘琴弦，三天三夜，三更半夜飘舞只靠音乐。哎，佛祖，刚才悟空的意思呢，是想唱歌跳舞活跃一下气氛，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我们开车三天就到了天竺。还好我机智，不然这破壶又要坏事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你这个来，都是哪些玩意儿呢？佛祖，那天月。风高，哎，悟空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这边风景不错啊，帮我拍张照片，我发个状态跟粉丝互动一下。一天到晚就知道拍拍拍拍，哎，就这吧，就这吧，我要那种落叶的感觉，落叶的感觉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真希望来个妖怪把你抓住。好了没啊，我腰都快傻了。是是是是是是。哎呦，悟空救我。这个王八蛋。师傅请示吧。蛮荒小妖，没见过世面，唐僧肉在面前都不知道吃。我就不敢告诉他们。妈，俺们再也不吃人肉了。找不到男朋友，终于可以在那群小妖精面前好好炫耀炫耀了。一点臭味都没有，空气净化得如此干净，我能去洗衣饭了。于是我们就用直发器、电吹风、云织机、电烤箱、净化器收服了这群妖怪。不错，各讲各讲，不知佛祖何时能赐我大乘佛法呢？我超过皇兄，成为大乘第一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这样我才能普度众生，度己度人。那我大乘佛法有悟性者，方能。不知佛祖可否给一点点提示？这个嘛，有舍才有得嘛。怎么办？那我的佛法会怎么超过了皇兄？师傅，佛祖他一直看着我们家店，是不是知道我们不是普通人来，不想给我们打成佛法？佛祖，悟性上佳，这是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，谢佛祖，谢佛祖。那我们就先行告退了。走，哎，告退了，告退了。师傅，你怎么知道佛祖想让我们选？这大成小子都成了，拿来。这么大的怪兽。